榴莲味的。嗯，那我出去吃吧。在这吃，没事。我现在对这个榴莲味已经免疫了。那你尝一口。哎，那还是不必了。那你还是不喜欢？我当然不喜欢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做榴莲蛋糕？因为你喜欢。我听张医生说，调到急诊来了。嗯，是不是？说实话，还挺不适应的。这两天进我手的病人就已经走了三个，还有一个因为百草枯中毒，现在正躺在病床上。你别看他现在好好的，可能到了明天中午，他的肝脏就会开始衰竭，紧接着就会出现肺炎、肺不张、肺水肿，或者肺部纤维化，最后被活活的憋死。直到死，病人的意识都是清醒的，可怕吧？一个只有活着病例的没有？有，可是极少极少，主要是看病人服用的时间和剂量，如果少于10毫升的话，并且及时洗胃，及时血液灌流，再加上自己个人的一点运气，可能也只是可能还会有最后一线生机。那你现在的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说。他为什么要自杀？喝了多少？多长时间？他什么都不肯说，他爸爸也都说不清楚。如果真的喝了很多的话，就没有必要抢救了。可是万一呢？万一他只是喝了一点，万一还有救活的机会呢？他只有18岁。18岁这么好的青春年华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长得很可爱，而且才刚刚入大学，也很漂亮，人缘又好，就是和同学吃了一顿饭，聚了个餐，晚上回家就开始喝毒药。你说 ，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